笑的，在最下面的嘴巴这个地方，花子，下边，脸都比较好。让他们观察他们的行为啊，有没有看见，观察到他们是不是喜欢对方啊，看看是比较一个性急的一个男生，可是他对着女生还是有点害羞的那种，Xinxin就是一个很斯文的一个女生，可是到那个恋爱的季节，她就变得很主动了。